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开始售票，45家星级影院参与展映，放映的场次达到了创纪录的1300多场，让影迷们直呼过瘾。本届上海电影节展映片包括今年美国奥斯卡奖的佳作、欧洲三大节的获奖片、欧美日韩的新片、向大师致敬、4K 修复等单元，总共400多部中外优秀影片。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开始售票，45家星级影院参与展映，放映场次达到创纪录的1300多场，让影迷们直呼过瘾。本届上海电影节展映片包括今年内获奥斯卡奖的佳作、欧洲三大节的获奖片、欧美日韩的新片、向大师致敬、4K 修复等单元，总共400多部中外优秀影片。